存和喜，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道，愿自己美好十三好，人间最美十三好，做好事说好话存和喜，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道，大家好，我是周一黄秀慧，很高兴在过去的一年里为新加坡佛光山翻唱了几首的佛曲，这也让我感受到非常的法喜充满。那新的一年也即将到来，在这里我祝贺大家以及所有的佛光人，行道天下，福满人间，阿弥陀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vis 黄祖祥，很高兴在过去的一年里为新加坡佛光山翻唱了几首改编的佛曲，这也让我感受到非常的充满欢喜。那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我在此祝贺大家以及所有佛光人，行道天下，福满人间，恭喜恭喜！各位佛光人，各位佛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年进入到2020庚子年属于鼠年。我们佛光山开山大师星云大师给信徒的祝贺语：行道天下，福满人间。我想呢，大家要能够依教奉行，最好就是奉行他所定下来的三好四给。能够呢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，
能够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，这样子呢，广结善缘，就是天天呢能够在积福德、积福报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到处啊结善缘呢，福报就能够满人间了。所以在此呢，跟大家共同勉励，我们一起行善好，行事给，能够呢到处都能够得到好人缘。敬祝大家新的一年呢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健康，天天平安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